你到这边来。啊，来，我过来了。你要说什么呀？我来了。是你带着黑三儿到饭店里来抓我。呀呵，怎么着啊？我好不容易逃出来。妈的，送你到这儿来是让你有口饭吃，别他妈不识抬举，你得感谢我王大爷。我恨死你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又犯病了？别恨了，疼还疼不过来呢。哎呦，打你，我打他们孩子。三爷来了！啊，怎么孩子？哎，三爷，哎，过来。这，过来啊！那快快，你去吧你，过去吧你。您受惊，四爷，这孩子有点不懂规矩。三姑娘，哎，你先好好陪陪四爷，给他老人家多多上点劲儿。哎，兄弟。今天可委屈你了啊！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说他妈这孩子，你了？哎，去打着路了。去，四爷，您快坐下喝茶。哎，哎呦，八爷，八爷消消气儿，来消消气儿。他们都肿了。妈的，起来，到那个屋去，看我今天治不服你。起来，快点。话说的呢，这死孩子，脾气真是太格色了。八爷，刚才没弄破您哪儿吧？没什么，没。瞧瞧，这真是太过意不去了。福仙呢？哎，刚那两下子还疼吗？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这小东西子连金八爷都噼啪俩耳瓜子，我王八爷挨两下子，这不算什么。这位爷来了，怎么着，在这玩玩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来打听一下。咱这儿是宝和下处吗？是宝和下处啊。怎么着，这位爷这有熟人？啊，不是，我来打听个人。打听个人？一个小姑娘，刚来的。哟，这姑娘倒多了，她得有个姓呢。哎呦，我还真不知道她叫什么。哎呦，这个就难了。十三四岁，是个小女孩，您给好好想想。这么说，这位爷喜欢小，我们，我给您叫去，您来看看。要不你，我，算了，我就在这儿等着行吗？麻烦您了。哎，顺子。哎。这个主怎么个意思？这位爷是个生虎子，直眉瞪眼呢，偏要说找个小姑娘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哎，四爷，咱们来的时候可是不短了，我看咱们该回饭店了。哎呀，谁说的？啊，还没动真格的，怎么就走呢？不行，四爷，再玩玩嘛，就。成不走了，陪你好好玩玩，好不好？啊！馋不馋呢？馋，过来啊！去你的，想浪啊？坐飞机去？怎么了？啊？美的你呀、啊，上天！哎呦，四爷，啊，您快来看看，那不是那个方先生吗？陈小姐的客人姓方的，什么啊？你看，哎呦，可不是那个半分吗？啊，这家伙也跑这儿来了。四爷，嗯，他准是冲那丫头来的。
这位爷给您找两个，您瞅瞅。不是他们啊，我忘了，您是喜欢年轻的。请问你是这儿的老板吗？不是。我见过你。是吗？在饭店里派人搜查过我的房间。您找我们老板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向他打听一个孩子。孩子？我们这儿不是育婴堂，没孩子。不是小孩子，十三四岁吧，圆脸盘，大眼睛，说话愣里愣气的。您是说刚来不几天那个？差不多，也就四五天吧。您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您找找。这疯子的精神病还不轻呢。这位爷，这一定就是您的想法。不是。不是，回去。可您总得说个名字呀。你们这儿有个叫小东西的吗？小东西，没听说过有叫这名。哎，您是不是逗我们玩呢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哎，等等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您叫我们跑了半天，您不赏点？这也要钱呢？您瞅瞅来的是什么地方？你以为我们都是喝西北风长大的？谢谢。您这是打哈哈？您这点啊是打发要饭的。怎么还有孩子？哎，对不起，就这么多了。嗯，走了。走了。呛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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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哎呀，四爷，咱们呢也该呛呛呛了。哦，您这是新衣裳，还没在客人面前显摆显摆呢。嗯，你说啊，这身衣服我穿着确实不错吧？感情这事儿啊比哪事都好。是不是像九阿哥呢？哎呦喂，这谁说的呀？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嘿，好，四爷，兄弟。哎呀，进来啊。好好的伺候伺候四爷，四爷好到照应你。哎呦，我们待的时候不短了，该动动窝了。别介，四爷，您还没正经玩呢。您还不给这个孩子开开包？是真的呀？那是，不信您试试。过来。叫四爷。四爷。哎，给八爷赔个罪，说下次不敢了，王八爷。下次不敢了，我王八爷。行了行了，没什么啊。去给四爷沏杯新茶，求四爷留下多玩会儿啊。去。四爷。嗯，我看咱们该回去了。赶明儿个，我陪你回头来，啊！明儿见吧，明儿见吧。四爷见。走来着，啊！谁都不许走。哎，就是嘛。四爷，您坐下。他怎么跟我说的来着？啊！你这今儿个，
也就是碰上四爷了。是，心肠好，好说话。啊，换上个扎刺儿的，那不就连窑子都砸了呢？是吗？哎，慢着点儿，别烫着手，大小姐啊。哎，四爷您瞧啊，嗯，小翠给您飞眼呢。是吗？小翠看上我了吗？啊，没。哎呀！你告诉你，没有啊！看，这个不是人揍的毛巾，毛巾！看你在拿毛巾呢、啊啊！毛巾，毛巾！快快快！去去去去去！别擦了！哎呀，这个死丫头的，这一身新衣服算是毁了。这四爷，四爷，你走！这是怎么话说的呢？你拿着送，你这个贱骨头，我死过！看见这个了吗？啊，大爷有的是洋钱。可就凭你这副德行啊！呸！拿着，这个给三姑娘盘子，这个给外边的。哎，谢四爷，谢四爷，回饭店。哎，四爷，您慢走啊！四爷，四爷，你慢走啊！在大门外等你呢，说找你有事儿。他来了，乖乖乖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小小捣蛋兔崽子，你听好了，今天晚上您要是再拉不上课，明儿早上您就不用见我，听见了没有？马奇啊。来找人的，看见没有？就在那儿呢，上吧。等一会儿，等他走了再说。别胡闹了，我真是来找人的。哎，二爷，二爷，快点，快点。怎么着，爷们，还舍不得走呢？让开。茬子还够硬的，好，我就佩服你这样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今儿个，我把你这个死心眼的毛病给治一治。三哥，别跟他废话。你不是找一个孩子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会儿，那个孩子让三个拉车的摁在炕上。玩得正欢呢，听明白了吗？你要是心里痒了，你就去凑个份子。看样子你是不想去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要是再敢跑到这边来搅和，我就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，当套踩了。个流氓！好。
馒头们。哥，怎么回事？妈的！走，喝两盅去。三姑娘，回去呢？不回去怎么着？婆婆病了，还不等着我这点钱抓药去啊？哼，死了倒庆生。妹子，那个住客挂上了吗？啊？你瞧他那死样，谁瞧得上他呀？真是可怜的孩子，得也好，今儿晚上你就一个人睡在我的炕上吧，也省得我在这儿挤你了。嗯，半夜里冷，盖好被子，别冻着了啊。明天再说明天的，什么都甭想。你自个儿千万别病倒了，老在这个地方，你要是真病了，那可就更没人疼你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，快起来，明儿一大清早我就过来了。快起来，早点歇着，快，得歇着吧。三姑娘，您慢走啊。已经这样，早点睡吧，赶明儿啊，可就别犯死心眼了啊。俺爹怎么就叫大柱子砸死了呢？你爹活着又怎么样呢？他不是一个破杂夯的吗？俺爹他比黑三有劲儿多了，又高又大，他要是活着看见黑三把我打成这样，他一斧子就把黑三劈死了。他又怎么样？他不是死了吗？爹，这翠儿就早点睡啊。爹，小翠儿，别哭了，早点睡吧啊！
爹，娘。吊死的，小翠，我打倒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怎么就能这样走呢？小哥，哎，就这么多了，你看能不能给孩子置口棺材？麻烦你了，谢阿姨，走吧。陈小姐，是我呢，我在这收拾收拾屋子。不用了，没什么要收拾的。几点了？啊，还早呢，还不到十点呢。今天没有人来吗？这两天您不是把客人都挡了吗？我是说，您说谁呀？没事了。啊，陈小姐，您过过目，这是您的账单。啊，潘经理啊，已经都给您付清了。让我拿给您瞧瞧。你把它撕了吧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了。哎，陈小姐，您看看，只要是陈小姐您的事情，我王福生没有不尽心尽力的，您说是不是？嗯，我知道您好面子，像这种事情呢，还是我去跟潘经理啊说好，因此呢，这个事情就没有通过你。好了，我就直接把。谢谢您，您想的可真周到。陈小姐，您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呢，我先走了。走吧。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您吓死我了。达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去收拾你的东西，咱们离开这儿。离开？快去收拾东西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是了。去哪儿啊？我让你快去收拾东西。你放开我，撒手！收拾东西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要你跟我走。去什么地方？你别问了，我让你去哪儿，你就跟我去哪儿。其他的你什么不要管，我不去。小东西死了，他昨天晚上在宝河下书。他上吊死了。
算了，什么也不要带了，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您那东西怎么办呢？东西不要了，都不要了。陈小姐，陈小姐，您听我说，您哪能这么办事啊？您还欠了很多的账呢，您得给我一句话，不是？是吧？我不知道，什么也不知道。陈小姐，方先生，您听我说，事儿不能这么办。你要走，请便。陈小姐她不能走，你要是非带陈小姐走，我可要叫人了。让开，方先生！让开！不！票买好了，最后的一班车一会儿就可以走了。你的头发很乱。我们要上哪里去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先去定县，我有朋友在那儿教书。然后呢？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留在那儿教书。和你结婚，一起生活。对。如果你愿意。就像以前我同光夫一样。光夫，我会好好待你的，朱军。好好的。你听我说，我只是想要带你离开这儿，至于你想做什么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是我决定得了吗？车票呢？给我看看。我要留下，这张票得退。不，你都给我，这不可能，你必须离开这儿。为什么？车来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你见不见呢？上车！快站起来！见着啊！哎，见着，来来来，你听见我的话了？快站起来走啊！我走，我能走到什么地方去啊？你跟着我就行了，其他的你不用想。跟着你？你不相信我吗？我一定要救你！快走，跟我走。你弄疼我了！对不起。我只能这样，我必须这样。大声。
脏啊？不脏的，我刚涮过的。喝呀。你干嘛对我那么凶？什么？我知道你在埋怨我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你别骗我了，我知道你在怨恨我。我干嘛要怨恨你呢？为了这一切，为了小东西。不，朱军，我只是难过。你对我说小东西会回来，一定会回来，可他死了。他是上吊死的，吊在屋顶的房梁上。我不知道有哪些男人糟蹋过他，也许不止一个人，是一群人，是这个社会。主君，主君，主君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要走了。车要开走了。不，我就待在这儿，我不回去。我受不了那车厢里的气味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可人家不都在里面吗？我不是别人，我是我。你不要管我的事情好不好？你太过分了，你朱俊。你不要再任性了好不好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人叫你陈白露了，也没有人知道你叫陈白露了。你要重新开始你的生活。你不明白，我已经不习惯以前的朱俊了。慢慢会习惯的。你会忘记过去那些可怕的日子的。你不懂。我懂。你看着我，我不会退缩的，我绝不会离开你。可你并不了解我呀。我从小就认识你，我了解你。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，我没有希望了。你和小东西不一样，他死了，他没有希望了，可你还活着。是啊，他死了，是我把他害死的，是我。你这是干什么，朱军？放开呀，滚！你冷静一点，朱军。是我把他害死的。主君，你不要再自责了。我以为我去求金巴，因为金巴答应了，他就放了孩子。都是我害死的小东西，我还在这儿傻等呢。是，你冷静点。是金巴他骗了你，是他害了小东西，你救不了小东西的。你现在应该拯救你自己。我不需要谁拯救，我死了，我早就死了。你怎么能这样自暴自弃、不可理喻呢？我不是教训你，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你想想你现在过的日子吧。一个单身的女人自己住在旅馆里，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天天花天酒地，醉生梦死，这简直是放荡堕落。
你还要我怎么说你呢？好，骂得好啊。那你就跟我走，离开这儿。你是怕我没有钱吧？你是没有钱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能活，比我们穷的人不都活得好好的吗？你放心，会有办法的。你不明白，我现在已经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了。我受不了那车厢里的气味，看不了那些人，受不了那些脏脸，受不了那杯脏水。可慢慢会习惯的，监狱里的犯人也会习惯的。我不是你的犯人。哦，我说错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当然，你是要拯救我，你是我的救世主。大生，你没睡一会儿啊？天亮了。这地方真荒凉，又是多么的广袤啊！人实在是渺小的东西。不对，人是有力量的。竹君，你知道吗？你真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。你任性脆弱，可是你又是那么清醒。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，不是吗？我知道你是个好女人，你绝不能再和那样的一些渣子混在一起了，你忍受不了他们的。你忘了，我也已经是个渣子了。胡说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朱俊，我感谢你让我在那个地方住了几天，让我看到了很多，也想到了很多。你想到些什么呢？我奇怪，为什么会允许金巴他们这一群禽兽活着呢？你这个傻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我们允不允许金巴他们活着的问题，而是金巴他们允不允许我们活着的问题。你说的话是对的，我应该再多观察观察这帮东西。跟我回城里去吗？不过我不会回你那个饭店了，也许也不会常去看你了。为什么？这句话很神秘。我要在那儿多住几天，也许我要在那儿做一点事情。做事？是的，我也许要跟金巴那样的人打打交道，也许为着小东西那样的孩子跑跑，都难说啊。我只是想，有许多事可做的。大生，你是个好人。